五七见报带来金钱背后的故事，我是杨世光。好，我们看今天亚洲股市遭遇到了黑色星期二的袭击啊，特别是我们看到今天日本股市啊，早盘开低走低啊，中场是重挫了700点之多。那包括下午的像德国股市开盘之后，也是重挫了200点的变化。那台北股市昨天尾盘拉高之后，今天变成了一个获利了结调节的卖压，8000点的关卡，明天还不知道守得住守不住。那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公布了最新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啊，不管是官方跟民间版本啊，都似乎出现了一个紧缩跟衰退的局面。那另外我们看到，包括韩国公布的最新8月份的出口，竟然意外的大幅衰退啊。那这个衰退不是来自于中国，而是来自于欧盟跟美国。所以全球的实体经济到底总和需求发生什么样的鬼故事啊？还是提醒观众要特别来做谨慎的提防跟留意。所以反弹了4天到5天，可台北股市开始出现转弱喽。那另外我们要观察到，从中国、从韩国，我们要看到台湾的 PMI， 台湾的 PMI 数据更惨了，甚至个别单项创下了5年来的新低，整个全球的制造业似乎进入一个非常恐慌的一个境界。好，怎么做观察？我们今天请到四位来宾来一起讨论。好，第一位请教的是台大哲学系的教授苑菊正苑老师。好，第二位请教均衡网总主笔邱章邱博士。好，第三位请教我们政财记者丁万明。好，第四位请教我们分析师曾焕文大 K。好，我们先看到这个今天有两项中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啊来做公布。那过去我们知道，约一个公司一个企业最重要就是业务，业务负责拓展业绩，那采购负责成本跟原物料的备齐。那这个就很重要哦，因为你问业务，10个业务有11个业务啊是讲的是假话，因为业务你问他明年绩效好不好，明年一定很棒。到了年底达不成了，又怪东怪西，所以业务的话不能听，只能听采购经理人，因为采购要安排所有的生产线跟原物料准备，所以全世界都会针对这个采购经理人，他对景气目前得到的资讯，而对各分项的一个观察跟掌握。好，中国大陆官方八月份的版本公布出来喽，那 PMI 是来到49.7啊，那这个数字啊，我们用绿色画出来，因为是创下多年来的新低，特别是包括新订单跟出口的分项指数都出现了较上月这个环比下跌的一个变化，也代表官方的采购经理人指数正式进入一个紧缩跟衰退的周期循环。那另外我们看到民间啊，这个 Market 公布的最新的这个8月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啊，就这指数不得了。制造业是创下了6年半的新低啊，代表中国的制造业出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环境。但还好，越服务业仍然维持在50之上。那观众注意到，越大陆的这个 GDP 的这个贡献，所谓的第三产业服务业啊，目前已经接近50%的比重，而制造业所谓的第二产业大概是43.7%，已经低于服务业哦。这个交叉点是在2013年发生的。那第一产业包括了矿物啊或农作物，大概只占6.8%，所以服务业事实上比制造业更重要。可是我们关心的是世界工厂目前变化的发展，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制造业的产量哦，不是价格哦，因为我们看原油价格走低，所以很多的这个制成品工业品的报价都走低，可是产量是创下近45个月最大的减幅，那产出是创下近4年以来最大的收缩率，而这个采购的一个量能啊，是2009年最显著的一个减幅，那新业务的总量是创下近1年多以来首次的一个下滑，所以我们看到从官方版本或从民间版本，目前中国的制造业都出现一个下滑而且加速的变化。所以我们看今天市场的反应啊，第一个是日本股市啊，今天日经指数摔得很重啊，中场下跌了724点，跌幅将近4%。那大陆股市早盘也一度重挫，在国家队的护盘之下出现拉高，可观众特别留意哦，因为现在 A50 的期货跟现货出现了非常大的逆价差，到底国家队撑得住撑不住，我们有待观察。那道琼的期货部分早盘啊也一度下跌了将近300点哦，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中国经济的一个放缓，特别是制造业的硬着陆，使得全球的经济，尤其大家用中国工厂的角度看到需求的个黑暗面。我想大家给我们做观察，因为这两个 PMI 啊，其实对世界经济啊，它不能讲说的是一定是领先指标，可是我们可以从中国的 PMI 看到全球的需求都在不断的下滑。您的解读？没有错。
中国的市场啊，应该说制造业来开始来讲了，已经做一个纷纷下滑的一个动作。是，从亚洲股市啊，包括欧洲股市，甚至道琼，道琼现在以目前的数据来看的话，已经跌超过300点了啊，跌300点了。对，没错。不过大概还有20几分钟，道琼就要开盘哦，这个有点吓人了。对，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公布的两个数字哦，一个是这个财新中国八月 PMI 的终值来到47.3，它是创下6年半新低。对，那你刚提到这个中国官方八月 PMI 49.7，它也是创下3年来的一个新低。所以一个民间版本是创次贷以来的新低，一个是创下欧债以来的新低，都是新低，其实蛮恐怖的哦。对，没有错。那目前来看的话，我们上次记得吗？在8月21号的时候，其实这个财新的 PMI 公布初值47.1嘛。对，当天发生什么事情？当天就让全球的股市已经腥风血雨一次了，大家记得吗？对，我们来看一下哦。8月21号的时候呢，上证指数呢在当天公布财新这个 PMI 初值的时候呢，对，是不如预期嘛，对，也是创6年半新低。当天呢，上证就大跌了，这个。4.27%哦，就把那个整理平台跌破，就是因为初值的关系。对，没有错。那当天跌完之后呢，换美国，美国晚上呢跌了3.12%，是。那重点是美国跌完之后呢，第二天的陆股又继续跌。对，8月24号礼拜一开盘的时候呢，大跌了8.49%，就是台北股市那一天期货差点跌停板的那一天。没错，那这个陆股跌完之后呢，晚上道琼跌更多，你记得吗？8月23号天。当天的跌幅超过1000点，对，创下有史以来单日最大跌幅嘛？跌点，对，对，跌点没错。那如果从8月21号 PMI 开始公布之后啊，其实陆股的跌幅呢，从3664跌到2850，跌了22%。对，那这个道琼呢也跌了将近10%，跌了快2000点了。我说这个中国 PMI 的这个风暴再度来袭，就很担心。像现在的这个道琼已经大跌300点了，对，很怕说今天晚上道琼大跌之后呢，明天早上的亚洲股市又跟着继续往下。因为目前陆股的 A50 期货在现货收盘盘中继续跌哦，这个逆价差越拉越大，似乎也暗示明天陆股的风暴有可能来袭啊。那中国的 PMI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大概简单讲一下，是包括这个9月3号的阅兵和所谓的阅兵栏。对，那阅兵栏呢，包括这种高耗能的产业，全部关厂。对，在这个京津冀嘛，北京、天津、河北这些地方都会做一个减产或是暂时关厂的一个动作。对，那包括圣婴现象，今年也特别严重，在大陆，包括山西啊或者青海，其实这个水灾来讲非常的严重，是对于 PMI 来讲都有一些影响。那我们如果从细项来看的话呢，这个生产指数的部分呢是唯一一个比较好的，它还在51.7，就是所谓的在扩张期。对，只是它扩张变慢了。对，它等于说还在50以上，但是它的扩张呢是已经开始做一个缓慢的这个收缩。对。那另外像刚提到的新订单等等的，都是做一个比如说连续两个月下滑的一个动作。50了，对。对。那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就是所谓供应商的配送时间。是。配送时间缩短了，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个订单变少了，其实供应商送货时间反而加快，变快，对。所以这个数字呢，虽然是扩张的，但是其实上来讲，对影响来讲并没有那么。路上也不堵车，对，没错。这个送货员也很轻松，所以都很快，对。那另外还比较糟糕的数字，像这新出口订单，对，出口部分已经是连续3个月就往下滑，已经是低于50之下了，而且还连续3个月往下滑、哦。47.7算非常低的一个数字哦。对，没错。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稍微反弹的部分呢，像原物料的进口价格跟在手订单，对，虽然都在这个50以下，属于这收缩期，但是有稍微像这个原料的进口价格从44.7小弹到44.9，对，那在手订单呢从44小弹到44.6，对，相对来讲呢，其实好像开始有一点点是所谓复苏的动作，比如说最近有看新闻的话，这个李克强指标里面，对，包括发电量啊，或者是铁路的这个运输量，都有开始做一些8月份开始回升了，对，开始做回升的动作。是。那另外我们还提到一个，就是在这个消费品的部分，对，消费品的部分呢，这所谓消费品制造业持续来讲呢，它做一个扩张的动作，对，已经是连续16个月在50以上，而且54.6还算很高，54.6算非常高，对，连续16个月。那其实这在讲什么？在讲中国其实在做一个转型调结构的部分。对，中国过去来讲就是以制造业为主，是。但制造业里面的这个消费品来讲呢，我们看，左边这个图呢，这个是中国的消费跟投资占 GDP 的比重，对，你可以发现从2009年开始呢，
消费的比重占 GDP 就不断的往上成长，对，反而投资的部分一路往下滑，是，所以中国目前其实在做一个调结构的这个转型过程，转型，所以 PMI 目前来看虽然不是很好，但是其实它结构是在做调整，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看这个数字哦，导播可能要看近一点，因为这个条就是财新的有三条线哦，黑色线是综合的。黄色线就是现在崩盘，这个是47.3，但还有一条，还有一条我们红色画起来就是服务业还是51.5，所以目前哦，从整个 PMI 指数啊，刚刚大概有做一些微小的观察，就是中国的内需目前看起来问题还不是大，重点是中国工厂这个世界工厂面对全球。哎呦，有点问题啊！我要请教邱老师，我们来做一个观察，因为毕竟这个 PMI 刚刚大概讲很棒啊，8月21号公布之后，全球股灾三天呢，包括泰的台北股市，还记得上礼拜一吗？跌到了7200哦，期货差点打跌停啊，所以这个中国的 PMI， 因为它是个世界工厂，现在不是唱衰中国的一个观察，而是中国看世界。出了大问题，那更重要的是这个 PMI 跟美国股市的联动有密切相关。邱老师，我们怎么解读这个 PMI？ 我想刚刚这个我们的分析师大概呢讲得非常的正确，因为中国的这个这次所公布的这个 PMI 啊，它等于验证了，而且等于确认了这个有关于这个财新啊，它之前的这个47.3，然后47.1的一个确认哦。对。所以呢，今天的这个股票市场跟金融市场又特别的反应。那在中国的这个统计局的今天的网站。官方版本，对官方的版本，它所诠释的这个几个原因当中呢，可能大家注意到的是第一个跟第四个原因哦，是第一个原因是有关于这个传统产业，它在转型升级。就刚刚世光讲的，最近呢这个有一些大陆的这个节庆，所以整个哦的空气变得很好，对，为什么呢？因为在去这个污染，但你这个高耗能的产业呢，必须要转型升级。我们叫阅兵难嘛，对，是，所以它是继续的哦，这个不是说只有最近是这样做，它一直持续的，所以可见呢它的产业本身呢在做一个结构的调整。是，那第四个呢是有关于提到这个原油的价格，对，有关于这个传统的产业它也受到这个影响。我想这个是全球性的。为什么？因为3月份跟4月份的时候，我们讨论到这个 Fed 他在讲这个美国的经济的时候，也提到这个原油需求的这个油价的这个问题。那油价问题呢，现在比那个3、4月还要严肃哦。为什么？已经跌到最近。短期是有很大的一个反弹，但是已经跌破了这个50几块哈。对，那第二个呢是有关于这个 PMI 的这个指数哦，大家因为这个未来常常会用到，尤其是最近呢，你在投资或做股票，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听到我们这个金钱豹一直在提 PMI。对，那 PMI 它总共呢包括几个项目，5大类，总共包括这个5大类，包括生产、订单、存货、厂商的表现跟就业哦。对，那目前呢对中国比较好，因为这个 PMI 是一个，注意哦，是一个业的资料。对，那 GDP 呢是一个。季的资料，对，所以你不要等 GDP 公布的时候才知道啊，赶快卖股票，那个都来不及了，来不及的，来不及了。你要看这个 PMI 这个指数，因为它涵盖的面是刚刚那5个面的这个 time series， 就是时间序列了，对，所以它会表达出中国的问题。那中国问题在哪边呢？第二个订单嘛，第三个有关于这个存货，对，这个跟美国的情况是一样的哦。美国它公布 GDP 3.7的时候，它跟你讲说未来的存货呢是一个关键。所以如果你看到美国 GDP 3.7，那怎么股票会再跌呢？对，因为那个业的那个 PMI 呢已经都告诉你了。所以各位在观察的时候，业的这个 PMI 这个指标呢是比较重要。那基本上它分成3类，我刚刚世光也有提到这个有关于制造业还有这个服务业，另外大陆的话还有一个叫做营建业的。是，那通常呢我们只注意这个制造业跟这个营建业。那目前来看的话，从这个刚刚那个分析师也有提到过哈，那有关于这个美股跟 PMI 的这个连结，这个很重要，因为邱老师一直提到大陆中国的 PMI 会影响美国股市哦。那美国股市的被中国 PMI 影响之后，它会影响全球的金融市场，所以我们要把病源找出来，为什么美国股市转弱？为什么美国股市能够反弹？它的原因可能在大陆的 PMI 身上。对，大陆的 PMI 为什么呢？因为大陆目前是一个全球最大的一个新兴的经济体。是，但各位知道说，现在这个欧洲呢有主权债务危机，所以它的需求呢比较不振，你看那个 QE 这个那个原油一直跌，那第二个是有关于这个新兴的那个代表是中国。中国如果说 PMI 再不好，
的话，就表示说整个全球的这个 GDP 呢要下降哦。所以呢，从今年的这个七月初开始呢，我们就不断的观察到说，中国的 PMI 呢对美国的道琼，就是这张图哦，是跟美股呢有很密切的关系哦。对，而且这个转折点呢就在今年哦的七月二十号开始。中间有些暴涨暴跌，可能是农历年的关系吧？哦，可能是因为这个季节性的一些关系哦，跟积极的关系哦。那不过呢，这个就表示说中国在财新或者是中国的官方，各位可能要看的是财新，因为财新比较领先的。对，那顶到中国官方的话，又今天又跌又落后，对，对。所以说，从七月二十号开始呢，就我就不断的跟学生讲说，你可以当以这个当收视论文，因为什么？因为中国的 PMI 会影响到美国，对，这个是美国股市的表现，股市这个是史无前例的哦。对，所以目前呢，我们是在站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是，所以过去我们都是美国打喷嚏，世界重感冒。对。可是从观点最实证哦，因为很妙哦，所以我们注意到美国股市今天涨跟跌，亚洲股市有时候不见得同向哦。可是中国股市的涨跟跌，美国股市会同向，就是陆股今天大跌，美股更大跌；陆股今天止跌反弹，人民币止贬回升，美国股市会反弹哦。所以变得很妙。以前我们都是看美股为主，现在是美国的投资人要看中国股市、人民币还有 PMI 的这个表现哦。所以说，不管投资人喜不喜欢呐，他一定要注意到这个有关于中国经济的一些发展哦，是包括这个中国的 PMI。那我告诉各位，中国 PMI 呢，三个月之后就是十月初的时候，就 GDP 就出来了。对，那 GDP 如果出来的话，你说哎呀 ，GDP 怎么6.7呢？然后呢，大概股价大概都已经反应了，对，都已经反应了。所以各位呢，一定要注意到中国的这个 PMI， 尤其是财新跟这个官方的哦。那官方的公布呢比较后面，那财新的这个公布呢是比较前面的。是好，我要讲于老师做观察，因为我们刚刚带到另外一个话题，因为我们这个讲投资啊，当然观众听讲会有政治味，但我们先讲，我们用财经角度观察，因为过去啊，像世光，在东森主持也大概八九年了，我第一个那时候节目是主持早上八点的。美股收盘就是早上八点，观众朋友，你早上一开电视吃早餐的时候，我先把整个美国股市昨天的表现跟数据给大家做分享。为什么？因为美国的经济会影响亚洲股市稍后九点的开盘表现。可是最近很特别，因为其实只要观众关心国际市场敏感一点，会发现，哎，怪了，最近美股不影响亚洲或影响欧洲，相反是中国的股汇还有数据会影响欧洲的开盘，会影响晚上美国股市的表现，这就很怪了。为什么现在会颠倒过来？美国打喷嚏，世界重感冒，这句话不见了，现在变成中国打喷嚏，世界重感冒。您的解读？这个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啊，绝非空穴来风了。为什么呢？因为呢，所有劳力密集啊，又能够说是透过另外一个字叫 outsourcing 啊，就是能够委外制造的，基本上都由中国来负责。所以说你在欧美地区啊，很少再看到那种一般常见的传统工业生产事业制造。那么这个完全等于是世界级的分工啊。世界级的分工呢，关键就是说中国的产品有没有人家非买不可的特色。那我这一点我觉得是有的啊，因为我特别注意。那么再加上呢，因为我自己也亲自享受了几天的这个阅兵栏呢，之前有 AirTag 栏呢，我都享受到了。那我觉得呢，这个腾龙换鸟这句话呢，确实在说明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原来呢，以出口为导向的这种四小龙或四小虎式的经济，大陆模仿到一段时间呢，有一种马上到达极限的问题。是这种极限的问题呢，已经也说明啊，本来欧美地区啊是希望中国呢，就是心甘情愿的做中小型企业的抄袭大国。对，那么这种事情呢，它受到进出口的影响，甚至于它的外汇、它的股市、它的价格，一切都是操控在别人手中。他要问自己，他有没有办法独立自主做出自己可以独树一帜的这种生产的事业啊，各方面。说那八个字嘛，腾龙换鸟，凤凰涅槃，对，这八个字很。现在慢慢的话呢，这个情势就很明白了，我们就了解他在打什么算盘。他的算盘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愿意在股市跟汇市上都受到别人的控制，对，所以这也不要影响别人啊。对，但是因为这个量体太大了，因为大陆本身现在自己的力量啊是市场，是它的市场非常大。啊，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几百年来啊，大家都为了争取这个市场，市场其实讲的就是人力啊，这不是人口而已，人力这个人力。那我们自己是华人嘛，我们非常清楚啊，就是说像在台湾2300万人已经缔造了世界非常多的奇迹，对，那个再乘以50倍以后的效果可以算得出来啊。那接着就是一个资金的问题，我这个华人社会啊比较
储蓄的习惯比较强，不太懂得消费，所以那个经济短时间的起伏啊，问题并不大。但是回到这个主持人这个问题啊，就出来了，就是说，因为本身华人就是大陆在经济上的表现，在世界的经济已经占据了一席之地，所以你早上起来的话呢，我以前都是看美国收盘以后再来预测未来的股市的发展，现在变成看大陆收盘，所以现在这个时间才开始可以看到美国的结果，对啊，所以呢，不过话说回来，这一次的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发觉自由市场的这个经验呢，大陆是比较不足的，是靠着国家来拖的情况下呢是比较湿的。但是我必须强调，股民啊，在中国只占10%的人口啊，真正影响局面的话呢，是剩下那个原有的讲到市场、人力跟资金，这个才是结构。好，我们看到中国 PMI 给今天亚洲股市跟现在已经开盘的欧洲跟即将开盘的美股带来极大的困扰。这一波等了900点，将近1000点的台北股市反弹，是不是就确定？昨天就是高点，还不是今天哦。昨天的高点就正式确认反弹结束了。我们再往回来观察，因为今天还有几个重要数据。第一个当然，台湾跟韩国的 PMI 也公布了哦。吼，这个数字哦比中国的还惨。另外，韩国公布了最新8月份的贸易数据，你会看到全球经济萧条的征兆。这样广告，我们从韩国来看看台湾未来怎么办。